相信大家看我介绍这么多 TRUU 的产品之后，对我以前的影片还有点印象吧。我永远都会记得第一次 TRUU 来我家帮我们拍这个系列的影片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肤况是非常不稳定的。我以前认为我很会保养，但是 TRUU 之后我才发觉原来我的保养都错了。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保养品，对症下药。那 TRUU 就是教会了我这些观念。 TRUU 的七个洗面乳是当然少不了的啊，它真的帮我改善了很多我皮肤的肌底。再来呢，四个泡泡也是卖到翻过去又翻过来，它可以帮你代谢掉一些老废角质，然后可以保湿。九九平衡乳更不用讲啦，这个是我一直在推一直在推一直在推。如果你的皮肤有一点点油性中干油性肌的人呢，需要推荐这组啦。像这个黑武士，尤其是你常常长粉刺，或者是你毛孔粗大，或者是你 T 字部位容易出油，这个你真的少不了，帮你抑制你 T 字部位出油的状况，改善你的痘痘肌。然后这瓶呢，其实我偶尔啦会把它装在那个喷瓶上，就我如果外出的时候，我会把它当作是那种脸的保湿同步喷。蓝森瞳保湿修复精华，哎，连这个都出到这个这样随身携带瓶，这个也送给你。如果啊，你的肌肤啊是那种容易出油、油性肌肤的人啊，我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一组，绝对绝对你会看得到效果。而且现在母亲节特惠，这一组5000块不到，你还不赶快上去抢？没有了就没有了哦。